你不是想单挑吗？现在给你机会，不过若是我赢了，你便得乖乖交代清楚，在我身边安排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啊，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君临渊，打架还分心，谁瞧不起谁啊！再不认真对战，小心送命！你不是自恃貌美、伶牙俐齿吗？我今天就把你的脸划花，看你拿什么勾引君殿下！住手！ 六姑娘，你太放肆了！夫人，放肆的可是您的女儿，她一个没有修为的人，还敢处处欺瞒我和哥哥？哎呀，行了行了，凤舞妹妹，你没事吧？凤怡然，你就别冒充什么大尾巴狼了。要是真想当好人，赶紧带着你的白痴妹妹从这里滚出去！你说什么？ 你不是喜欢捣鼓草药吗？我把你的东西都烧了，我看你拿什么装样子！不要！你，让你勾引君殿下。 没意思，撤了。算了，钱好像出事了，去看看。凤舞。
凤鸣剑。你说什么？凤鸣剑出关认主了，居然选择了他。我不答应。哎，凤玲，小姐，凤舞和夫人都已经受伤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们两个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人，不觉得羞耻吗？君殿下，君殿下，这都是误会，我也知道妹妹做得太过，我刚想过去劝解。你给我记住，如果说强者可以命弱者做任何事情，那么在这里唯一可以决定你们生死的就只有我。我怎么能因为怀疑你就让你陷入如此险境？就算失了凤凰真心，你也不应该就这样任人宰割。这么下去只会令旁人更看不起你。今日凤鸣剑选择了你，既然看不惯这世间的规则，那就努力做个强者吧。你到底是不是？小姐，你可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啊。玉明液的东西，凤舞，你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圣君，君殿下至今未归，也不知是何情况。圣子的孝心本是好事，
可是出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外面过得好是不好。圣后仁慈心善，君殿下如知圣后牵挂，定会早日回到元都。各位灵尊，有什么事要商议吗？今年三月起，南边的四周村落均发生妖兽伤人的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商旅断绝。本尊请奏，传令东部镇守率领灵士剿灭妖兽，还百姓以太平。各位灵尊，对此事有何看法？圣后，不妨从元都选择一位听从管制的灵士，让其率领众人平定妖兽。本尊认为，圣后的侄子高威年少英武，如今已是高级灵师，正可担此重任。高威，他年纪尚轻，怕是难以服众吧。本尊附议李灵尊的建议，高威担任此职乃是最佳选择。本尊附议。圣君，你对此事有何看法？都可，都可。那此事就这么定了。本君过几日将闭关修行，圣子还未回到元都，众尊者你们说说，如今谁能担此重任，替本君打理族中事务啊？启禀圣君，如今元老尊者四散各地，新一任的灵尊也大多羽翼未丰，实在难当大任。本尊建议由圣后代为处理。这怎么行啊？能不难代理？我一介妇人，赠药施粥什么的勉强还能帮忙出力，哪能处理族中大事？本尊附议，圣后乃是不二人选，望圣后能为圣君分忧。本尊附议。好，圣后啊，既然众尊者一致推举，你就莫再谦虚了。是，既然各位尊者如此抬举，那本座就勉为其难了。且慢，居然是方老灵宗来了。见过圣君，圣后。方老灵宗，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你这些年在老家静养，身体可还安好？托圣君洪福，老夫一切都好，这次特意赶回来替圣君分忧。族中一切安好，方老灵宗说的是指老夫奉君殿下委托，特命我回来打理族中琐事。好啊，有方老灵宗在，本君就可以放心的闭关修行了啊。圣子所托，君殿下体谅圣后，特派老夫回来替圣后分忧解难。既然如此甚好，本座正在发愁如何打理族中诸多事宜，幸得方老灵宗您回来了，这下本座也可算放心了。娘亲，小姐，小姐你醒了，手还疼不疼？娘亲呢？夫人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刚回去休息。
经上了药，刚刚好，你也得多休息才是啊。哎，小姐，小姐，你这又是何苦呢？左神女，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哪里谈得上我原谅不原谅？我明白，你对圣子痴心一片，难免急躁了些，心里有数就好，无需如此。但你此次对狄青堂姐下如此狠手，未免也太过分了些。是，我一定吸取教训，以后对左神女言听计从，再也不敢逾越一步。我这次来，看着凤舞似乎和小时候挺不一样的。好久不见，也不知道他在边境究竟过的什么日子。娘，疼不疼啊？都是凤舞不好，娘总是教导凤舞说行事不要莽撞，可是凤舞总是不听，以为自己能够解决，这才害了娘亲。没关系的，凤舞，娘没事，倒是你要去好好感谢一下君殿下。君凌渊，我才不要！要不是因为他，风流才不回来找我的麻烦。凤舞，娘跟你讲，能恢复修为是好事，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你切记，不要被仇恨所牵绊。那凤鸣剑，是你爹爹的旧物。我也是时隔多年才再次见到他，既然选择了你，也是一番机缘，你要好好保护好他。君殿下，今天这一切都是误会啊。误会？凤舞妹妹就算现在再怎么落魄，也不能这么欺负吧？未免也太过分了，一定得罚。君老大，要不把他俩丢到野外妖兽堆里，这样还能长修为呢。风少阁主，此言不妥。这两人虽然有错，但灵力尚且不足，要是遇见高阶妖兽，又如何自保？凤家，好歹也是元都的望族，不宜苛责太过。果然是女儿家。这心啊也忒软了。圣君虽鼓励修行，却也提倡众生平等，你们仗着灵士的身份当众欺压毫无修为之人，还打着圣君的名义满口胡言。君殿下，你这次就饶了我们兄妹二人吧，我们一定谨记在心，保证不会再犯了啊。是啊，君殿下，您就看在我们凤家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为君武一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饶了我们这一次吧。念在你们是初犯，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可以从轻发落。谢谢君殿下。起来吧。说的好像我们欺负你们似的。没有，怎么会呢？但不可不罚。此次只是叫你们的灵力以示警戒，希望你们以后知错能改，不要再仰仗着自己有几分修为就欺压旁人。风流，你力气太重，
引雷诀会让你每当口出恶言之时天降惊雷，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心怀善念。那君殿下，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大公子和六小姐这么狼狈吃瘪呢，活该！他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快进来吧，君老大，早知道你们在偷听了。凤舞啊，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呢。要不是这次我除完百毒兽回到边境，想着来找君殿下略尽绵力，也不会这么巧碰上你遇到危险。真是谢谢你啊，真不愧是碧罗宫的大师姐，人美心善。我刚想起来，碧罗宫有专门的丹药，对灼伤有奇效，我去取过来给夫人送过去吧。知道我在门外的，你在门外幸灾乐祸的都笑出了声，你以为捂住嘴我们就听不到了吗？哎，你算了，看在你为我出头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这个冰块脸计较。冰块脸，你看我，要不是我长得奇丑无比，没有什么想嫁人的欲望，要不然我肯定选的是你啊，也不会选择君临渊那个冰块脸，选你自己。冰块脸这个词在你们边境很流行吗？哎，可不是嘛，我们边境人都这么说，是吧乔玲？对了，我娘说了让我来谢谢你们，你们就赏个脸呗。小姐，你干嘛？今天我就要试试我的灵力，看好了啊！哎，怎么样，着了没？没有。太强了！这凤鸣剑不是能御火吗？怎么现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什么呀？小姐说这叫凤茶。凤茶？这也太好喝了吧。秋玲，还有别的吗？哎，凤舞呢？我可以帮她做的。小姐去给左神女送茶了，她说你们要是想喝的话下次再给你们做啊。好啊好啊。
除了这个，凤舞还会做别的？我喝过小姐做的脏脏茶、珍珠奶茶，还有蜂蜜柚子茶，每一样都是人间美味呢。看样子凤舞确实藏得挺深的。君殿下，那我先不打扰你们办正事了，我先告退了。怎么了，君老大？是元都有新情况了？没事，因为方老林宗的出现，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玄逸，多亏你了。外祖父本来就心系君武一族，这次能帮你分忧，想必他也是很愿意的。对啊，金老大，那你还发什么愁？圣君一心期望我将仙灵果带回去，现如今只能让他失望了。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那这一切与暗夜幽亭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味道不错，多谢款待。左神女喜欢就好，多谢出手相救，还赠了我娘药，才能让她迅速恢复。你叫我左神女？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他们都叫你左神女，我就跟着叫了。不会冒犯到您了吧？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以前变化也太大了。是啊，就连我娘还有秋玲也说我变了很多。不过三年前的那个变故事关生死，又有几个人经历了以后还能和以前一样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吧。所以说，你以前的事情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和我娘来到边境，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每天卖卖草药，陪陪我娘，生活过得很充实。知足常乐，你这样也挺好的。哦，对了，我草药还没有料理，我先回去了。哎哎哎，好了好了，你不要再乱发脾气了，弄那么大动静，惹君殿下请柬又是你的不是。还不都是凤舞那个小贱人。这次的确是我们大意了，没想到君殿下他们都帮着凤舞说话，这要是在元都的家里，十个凤舞都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凤鸣剑都在凤舞手里，我们该怎么办啊？左神女，左神女，从别人手里硬抢怕是行不通了，不如想想别的办法。这是碧落宫的丹药，吃下即可恢复灵力。你们有没有觉得凤舞有些异样？异样？还是从小到大一如既往的讨人厌啊？他对我仿佛……左神女是不是想说他有点陌生？你不是自小离开凤家外出修行，
怎么会知道这些？我前几日打听了一下，好像自从凤舞三年前丧失了修为之后，忘记了好多东西，而且行为无解，许是受了刺激，性情大变所致。看来没撒谎，是真的吗？哥哥，你对凤舞的事情还真是上心呢。你说什么？上心也未尝不可，毕竟长兄如父。长兄如父，有了。哥，你想到办法了？如今之计，只有将凤舞妹妹给嫁出去了。嫁出去？如果把凤舞嫁出去，凤鸣剑自然不能带走，更别提凤家的家主了。到时候，这凤家的继承人还是我。妹妹，你是我唯一的亲妹妹，到时候我肯定全力维护你呀。而且这样，还可以在君殿下身边铲除凤舞这个隐患，不是吗？凤舞，虽然你也出身名门，但毕竟没有凤凰真血，你只能在左青鸾身边唯命是从，再加上在君殿下身边继续使力，才能有一席之地啊。哼！而且军武学院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左青鸾是不会在边境耽搁太久的。哥哥答应你，一定尽全力撮合你和君殿下。好像也只能如此了。好，哎，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婶婶商量给凤舞妹妹定亲的事情。大家都说拥有凤鸣剑的人就是凤家继承人，可是这剑怎么修成这样？小姐，要不帮你拿磨刀石给他磨一磨吧。这剑怎么这么重？这凤鸣剑在我们手里一天，只要没能力自保，一定会招来是非，我可不能坐以待毙。不行，我得试试。别说了，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失魂落魄的像个什么样子？师父，你知道凤舞已经被我……闭嘴，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你什么都没做，我也什么都没看出来。这个冰镯你收好，它能隐藏凤凰真血的气息，不被人发现。东西既然已经到手了，你不妨想想怎么好好利用。小姐，你觉得左神女怎么样？当然是好人啊，感激啊。我不是问这个，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说
他跟君殿下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且他还是凌妃的热门人选呢。他跟君殿下天造地设的一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左神女。凤舞，我来给你送一些丹药什么的，虽然尚不能辅助修为，但强身健体还是可以的。那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在练剑吗？啊，我这个身体一点灵力都没有，这复明剑在我手里更快废铁似的。不如我来教你吧。释怀，赴一路蓝缕千年。